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好，谢谢我们现场的报告跟球迷呢，在第一节持续帮我们云豹加油打气。那等会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荧幕，如果拍到你的话呢，你可以比出爱心，一起跟我们的绿色行动力，好，比个爱心，很好，非常好的标准，让掌声鼓励。好，这个爱心呢，不管是小爱心或手比爱心、大爱心都可以哦。好，这永丰银行的绿色行动力，哎呀，这两个小妹妹做得很棒。好，我们给她掌声，这个妈妈也可以，很好，这位小姐，来一起比个爱心，你要比什么爱心都可以，好不好？对，有爱最美，绿色行动力，谢谢永丰银行，来赞助此次的主场的活动，做得非常的标准，很好，很好，很好，谢谢各位。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爱心，还有来拍到你们的饮料，很好喝，但是爱心还是要比。对，是说 Jordan 拿着相机这位朋友，就是你的大荧幕看到你了，比个爱心，比个爱心，很好，小爱心可以，非常好，很可爱。哎呀。OK， 好，我们下一个来一个抱头，跟杰米做出投篮的姿势。现在要做出投篮的姿势，出头。对，做出出手的姿势，来一个抱头，来跟着做出投篮的姿势。现在换投篮的姿势，跟着杰米做的很好，非常的标准。哎呦，这看起来就有学过了哦。这个出手可以，这小朋友穿着 Curry 的球衣来到现场。好，有看到你了，我们 double take 到你了，比出投篮的姿势，投篮的姿势，手忙脚乱，到底要干什么？好，谢谢你们，很好，这个爱心也比得不错。来，这边球迷 take 到你们的，就是你们这四位，对，就是你，就是你，很惊讶，比出投篮 ，shooting， 好，做得很好。来，这边就是我们，好 ，A 区的朋友，哎呦，出手很快，这个出手很快，很好，很好，掌声鼓励。后面还自己带球来啊，很好很好，非常棒非常棒。欢迎回来欣赏 T1 联盟例行赛台啤英雄对上桃园永丰云豹的赛事，这是云豹的主场比赛。进入到第二节，目前永丰云豹是26-23暂时领先。那第一节的后半段呢，这个在艾富波的表现之下，看起来其实云豹把分数给超前。球交给魔兽，龙兔的出手没进。目前为止 ，Dwight Howard 四投一中得三分。曹勋江，好像要靠在对方身上，但是今天好像裁判的哨音是针对他。就是没有获得太多的青睐。我觉得今天裁判在对抗性的尺度上来讲，其实一致上是比较松的，他不会一直想哨，所以两队要去适应这个。绿色计算中。赌爱这边切进来，用左手但没有放进球，弹了出来。场上台啤英雄的洋将是塔碧，加上 Jones， 曹勋香带不中距离跳投出手得分。对，利用这个，既然切进去赖不到犯规啊，勋将干脆改成在中距离来得分了。在今天蒋玉安无法出赛的情况下，曹勋将应该是要打蛮长的时间的。是，哇，他还是很积极的压迫防守。陈孝荣外线出手距分球，没上这球，陈孝荣耶！重新目前为止，陈孝荣得五分。套用今天第一次三分球出手就投进，个人投篮是四投两中。塔碧飞对篮筐转身后仰，哎呦，他如果每次进攻都离篮筐这么远的话，这个身高看起来对于对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威胁性啊。魔兽来了，要挑战，但是被塔碧封下来，塔碧还摇手指，哇！回过头来，台啤英雄这里投进了三分球，来自黄聪汉的三分。哇，这样的话是不是等一下 Howard 应该要想办法讨回来啊？是是是。被刚才塔碧这个稍微有点挑衅的摇手指啊。重新计算中。想要再一次啊。拉开，拉开一对一，独爱撞进去，转身再上，要到了塔碧的犯规。对，这个球就是要做给他，让他来讨回来了。他就是想要，因为刚刚那个球挨了一个锅。哦，这真的是挨了一个锅。
台币重新交回来。会放十号后滑的塔币，这个摇手指啊，模仿当年的 The Campbell Tumble。那盖锅之后摇手指说 No 的动作。但对于 Howard 来讲，他大概也知道，你多做几个动作，塔币应该就跟不上。对，因为现在来看，虽然说刚才塔币盖了一个火锅，但是在速度上的对位跟几次对抗上，好像是魔兽还是能够去制造塔壁的犯规，对，他在整体的攻击技巧上跟速度上还是有一定的压制，所以只要多做几个动作，塔壁应该就会被扫。汇报请召唤人。塔壁身高是有221公分，过去在 Plus League 拿下过年度的篮板王跟主攻王，然后在第一年获得了年度防守球员，还有年度防守第一队，多项的防守大奖。Jones， 目前为止 Jones 没有太多的发挥。面对 Howard， 外线直接拔起来，跳投三分球，空心破网。31-31，魔兽转身一个加防，尝试了擦板但投偏了。攻守转换，这里 Jones 过来，要到了犯规，球爬进去。我变成了一个净算加罚，两分算，算是在进攻上打对方的一个立足未稳。欧洲部的方式呢，去避开或者是找到身体的对抗再来出手。造成的是联盟的主攻王 Delta Davis 的防守犯规，小心驾驶吧。那云豹这里在第二节一开始选择放上了一个双塔的阵容，同时摆上了 Dwight Howard 跟Deonta Davis。那首节拿下9分的艾夫伯一开始则是坐在场边。Davis 瞄了一下，塔壁伸手过来去捞，没有抄到。Howard 要打篮底下硬上，要到了哨音。应该是伯勋那个打手犯规，不是在塔壁的身上。哇，周伯勋赶紧举手啊，因为如果是塔壁的话，就三犯。这里是周国勋的犯规，让弱不上，然后使用弱兵的出口。其实这两天比较明显，今天杜埃后尔在进攻端弱兵的出口更加强势，而且更加的积极。大概右脚的球员大家都知道，刚刚这个太阳输了球赛，所以这场比赛呢，他们一定在这个拉后人里面呢、想一定要赢下来。而且我觉得魔兽应该自己有一些的想法，就当年在 NBA 他是明星球员，是这个顶级球星、明星球员，但是对面的塔壁是上不了场的球员，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对位绝对不能吃亏。塔壁也是有名气，但是 Howard 事实上在 NBA 的地位才是比较高。靠左，地位是差蛮多的。那塔壁当年选秀顺位也很高啊，当年在选秀会上是榜眼。被挑中，33-33，靠左，然后左转，科罗斯绕出来接球，左转，投偏了。今天跟上一次两队对战的手感差了很多啊，在长距离的部分，土外来了，杀到篮底下，左手的上篮得分，这一次变数，提早一步起跳，那塔壁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得分了。请 U 型转弯。目前为止，霍华德拿下了9分。曹新江尝试高调到篮底下去找周伯勋，周伯勋靠上去要到2分。这个球可以说传得相当巧妙哦。是。36-35，团队助攻次数，台平雄队8次。路线计算中。永丰云豹则是6次。豪尔尝试要擦板没进，塔壁在那边摇头，认为说这个位置魔兽不能投进啊。这个不过塔壁自己要展现自己在进攻端来一点贡献，那我觉得他就很有想法，也很有戏。但事实上在场上的目前的攻击端的作用是很有限。就现在你会感觉塔壁在场上他是演的比打的还多。对。好像就只想要透过跟这个 Howard 去较劲，
来证明自己的身价，对对对，但是跟篮球、跟篮筐、跟队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而且进攻端其实塔壁就没有什么建树哦。先换下去，曹勋香外围收球，黄松汉交给周伯勋，他有身高优势。时间快要到点之前，勉强力出手，但没碰篮圈。魔兽控球中锋带过来，面对 Jones 啊，这个球砸到自己的脚上，失误了。跳起来挑战篮筐，曹勋香没有放进。哦，冲起来，冲起来了！交给陈孝荣 ，Wide open， 三分没进 ，Power 强下进攻篮板，前锋护短。什么叫做造队友？这个就是造队友，你投不进，我帮你抢再补进就好。哇，现在魔兽霍华德已经快要双十了，11分9个篮板了，已经是逼近 double double， 再一个篮板球就 double double， 好，双十了。这个第二节还有一半的时间。陈孝荣外线的三分机会没有把握，队友是不是要稍微给点力啊？这样子换成是我，我都会觉得魔兽刚才不想回防了。不是这样，我会觉得有点，因为他觉得他在场上只能翻跑。用第二个出手，就是刚那两个机会，其实陈孝荣控场算蛮大。靠右，那他出手可能有点太过仓促，或者说就是没有把握，就没有把握。对对对，其实豪尔大可自己这个一对一很单独的把他打掉，他太没了。那队友要给点。好一点的回应啊！这个球往前嘟，科欧斯在前面快攻机会，靠右，曾品富的推人，这样的犯规很划算，不然省下两分。使用出口。曾品富目前为止已经四犯，上半场第二节的时间还有5分49秒，那现在场边喊出了一个电视暂停，目前的比赛双方依旧在拉锯当中，我们稍作休息，等一下再回来。我们选出十位在座的朋友参加我们的抽奖游戏。想要参加抽奖游戏，给我们电报热烈的尖叫声！还有哪里想要？这边拿小球、中场游戏哦，有机会都有获奖提供的50000元刷卡机，哪边？好，这里有吗？好，好，这边这边没有，这边的朋友有没有拿小球的？重新计算中，没事，我会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好，拿到这十颗小球，上面有数字十颗小球的朋友，等我呢，现在就可以到我们训练。欢迎回来现场，台北英雄对上永丰云豹的比赛。让我们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国体大体育馆，这是云豹队的主场馆。那对魔兽来讲，其实也比较难为，就是因为现在云豹队的伤兵啊，确实是比较多的，包含了本土的主力锋线林一辉，然后罗振峰都受伤，然后卢杰敏也是受伤当中，所以本土锋线哦，你刚刚一排展开啊，都是不太有分数，重新麻烦了，主力的锋线球员很多人都受伤了。艾福伯自己带入中距离，没投进，不投进，艾福伯再来一个，这回算出来。在环形交叉路，台啤领先两分的出口。科欧斯要自己来做单打，想摆犯规没有成功。哦，曾品富还在场上，他示范的还在场上。郑伟外线的三分没进。哦，倒是这一段期间，其实云豹有一些的三分机会，但是没有能够把握。是，这个三分线对云豹能不能赢球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的球风或者是在禁区里面的 Howard 都需要外围的火力来支援。科欧斯转身过来拦下了一个单打，裁判稍微没响。我这边，我今天倒是在这个防守上面来讲做得很有水准。后面刚才科欧斯想犯魔兽，裁判稍微还是没吹啊。
我刚才科欧斯跟魔兽都有点傻眼，现在哈沃尔还在高举双手跟裁判抱怨，他刚才没有参与到前一波的进攻。这一段期间，裁判都选择 no call。3937，这一段时间两队的进攻都有一点荡掉。对，还有曹金香滑了一下，出手不算，这应该是防守的犯规在先。看看这边 no call， 然后科欧斯想去犯规啊，然后然后裁判也没有吹，所以魔兽也就是摊开双手说：“纳尼，我球离手了啦。”进攻得力，裁判不大会吹这种哨声。哦，李奇伟这里造成了一个 M one， 切入造成的是黄义胜的防守犯规。两队这一段期间得分都是来的比较低啊，所以可能要回到打点，看看怎么样去寻求突破。团队找出来的机会命中率比较低，然后再来就是长距离的命中率也比较低，所以可能要利用打点，然后更靠近篮筐去增加命中率，是现在这个阶段两队可以做的。豪尔飞进篮筐，要选择切入，球没有带稳，再回到弧顶去找艾夫伯，艾夫伯突破，小灌篮，哇，差一点点。前面科斯把握机会，来了一个转身倒灌 ，stand up， 这就是科斯的 show time。哇，不过刚才艾夫伯那个挑战呢、啊，哇，确实很有想法，很有企图心啊，但可惜没有灌进。那现在场边喊出了暂停，目前是台啤暂时领先7分的差距，是喊出了暂停，我们先稍作休息，等一下再回来。再次掌声，谢谢电报女以及报哥帮我们云报加油。然后这边呢也再次提醒，刚刚拿到10颗小球，都设置好了，上面有数字的那10位朋友，现在呢可以到我们的面对记录台左手边 A 区最旁边有个举牌的工作人员做集合。等会第二节比赛结束，要邀请来参加我们的中场游戏，谢谢。欢迎回来欣赏云豹对英雄的比赛。那今天双方的三分球命中率都是来得比较低，目前为止台北英雄队是2成3，那桃园云豹则是3成5。那希望暂停以后云豹能在进攻端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因为现在啊对方往着这个比较双位数的那个领先分数在奔去了。豪尔远距离的出手猛跳掉头球技，打点，如果你状况不好就打点，那谁是最好的选择？这个霍华德是打点最好的选择。赛前我看杜兰特尔在练的这个练习准备的时候呢，他赛前在练的东西是投3分啊，而且瞄那个好像是瞄插板，是，就赛前热身的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在比赛开始前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他在那练投篮，就是远的啊，这种 long two， 然后3分的投篮。几次的试探，不还是相信自己，在前面花了蛮多的时间在练习。第一个出口，使用出口。3944，交给魔兽，面对 Jones， Howard 转移到另外一边，球交给郑伟，郑伟在三分外线的跳投短了。哇，这边科欧斯跳得很高，科欧斯。自己带过来一个，要打那么多个还是放进去了，
我这不传了。对对对，真的不传了。其实前面有其他白色球衣的球员，三打一，他眼里面只有橘色的光啊，没有白色的东西啊。好，三分外线，有练有差，有练有差。只要你抓下苦功，你就会有命中率啊。这颗三分球空中破网啊，投进之后，今天的魔兽已经攻下了16分了，三分球两投一中。那云豹队现在追到剩4分差距，42-46。台啤请求暂停，我们来听一下。没事，我会再计算。好的，让我们再次重新计算中。我们面对这台 A 区最旁边，拿着全场最后的进球，准备这节结束呢。OK， 进入 handoff。OK， you go， lay up， you low， OK， hey， on two， 再一次，好， you here， 擦， OK， you here， OK， PJ here， 哎，在全球插入使用第四个出口，你走到那边 ，PJ dribble handoff， 哎 ，DHO， 使用出口 ，go go， 一点点 back down。Yeah, dribble handle. 重新计算中。Pass corner shooter. Okay, bonus. Okay, my home two. Home two, home two, home two. Okay, let's go, let's go. One, two, three. 让我们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目前为止，在云豹这里得分最多球员就是魔兽霍华德，拿下了16分，2分球11投4中，3分球2投1中，罚球则是6罚5中的表现。16分外带12个篮板。感觉起来这个霍华德蛮有这个责任感，想要把球队带进这个所谓的季后赛。